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这场63公斤级世界攻防者16人战 B 组的比赛。中国的陈文德对阵来自英国的丹尼尔特里。陈文德呢，在顺远属于这种重击型的选手啊，身体素质很好。那他的对手呢，丹尼尔特里，外号叫宁甲忍者，是一个纯泰式的选手，虽然是英国籍啊，但是他的打法是这种纯泰。我们看，而且我们可以在镜头中可以看到丹尼尔特里的这个大腿维度啊，是这个身体素质，如果去当忍者的话，很容易被人发现。两位选手的这个从这个状态上来看啊，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这个解析度上来讲啊，确实特里是明显的还是有优势的。对，要大。对，陈文德身体体脂率要低啊。对，陈文德呢叫自行火炮，攻击力很高。在前面的比赛呢，陈文德打出的比赛，很多观众对他很看好，是啊，打法很硬朗。我不知道这经过了一段时间，陈文德会不会再提高一部分自己的这个技战术水平。我们不能永远指望着这个陈文德的这个两手重拳嘛，是还是整体的技术体系会更有效。两个人现在是处在中远距离，就是腿法的这个互相诱惑，漂亮哦。有一次厉害打佛，连续打佛，哇，上钩。场上的边角告诉这个特里说，你要往前 ，you need forward。是。啊，我们的场上裁判牛三万老师警告了，不可以双手固定。对，陈文德这个自行火炮已经开启了啊，火炮已经瞄准了对方。我们再看看特里的忍者镖啊，忍者刀啊，什么时候能亮出来啊？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放分身啊？哎，陈文德一直是压着特里在打啊，哦，连续打佛，连续左侧打佛，右侧打佛，漂亮，进了，好的时间差进去。特里经验也很丰富，哎。陈文德现在开始酝酿下一次进攻了。好，他的场下边角告诉他要保证你的站立姿势，要注意内外侧的扫踢，要出自己后手，要出同侧的这个左扫右扫。哦，陈文德的这个前手因为是反架，他这个右手拳是前手，那这个如果后手拳打到腹上就非常危险。第一回合陈文德发挥得很好啊，很好，这个进攻状态非常的漂亮。没错，这个现代化武器火炮是啊，在第一回合是压制了这个日本传统文化的忍者。来看第一回合的慢镜回放，陈文德整个的进攻的状态非常的漂亮，看连续的打佛，连续打佛。好，我们看到刚才陈文德的边角啊，王可涵啊，也是指导了很多方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王可涵本人就是很擅长打这种突进和组合进攻的人，是。所以说呢，这个陈文德呢，在刚才第一回合当中呢，非常精彩的表现，让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陈文德会不会有更好的状态拿出来。连续的重击。不过丹尼尔特里只有1.68米的这个身高啊，是。而臂展的数据呢，非常的惊人，1.82米哈，对，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啊，丹尼尔特里是86年的选手啊，这个已经31岁了。陈文德呢，95年，两个人年龄还差的比较大的。是陈文德是。
这个重击能力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定桩的输出，我们看又一次。垫步领膝，陈文德的这个打击距离呢相对比较固定，对，他必须得固定在两个人的他的后手可以够到对方的这个距离，是最擅长的。那现在呢，我们看特里呢也好像也找到了这个陈文德的这个习惯啊。特里更擅长的这种腿法呢，其实很难给陈文德造成特别大的压力。是，他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让陈文德的重击打不到他。哎。陈文德要开始输出了，漂亮！一个狙击，这几下都打手套上的是。陈文德，我感觉是在等一波爆发，对，他已经好久没有出大，在积蓄力量了，在寻找机会啊！陈文德也表示抱歉啊，踢到对方弧距。这个用我们俗话是连虎带蒙啊。哦，这个扫踢很重，特里现在需要做更多的给陈文德能带来威胁，是，并且在意识里让陈文德不太敢往前进的机会。嗯，那现在明显特里也做不到啊。这一回合陈文德一直在找机会输出重击，但是呢并没有合适的角度和方位。没错，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陈文德在前两回合的这种输出重击的能力非常的优秀。是的，那么特里相对来说只用了下肢的进攻技术进行控制，对，显然不够。所以说在这回合当中呢，陈文德和特里互相的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这样进攻的一个状态。没错，第一回合应该说我们看到陈文德呢是在重击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哎，第二回合呢，特里的稍稍改变了一些战术，陈文德呢也并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输出重击的方法。现在特里的机会变得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少。是，哦，漂亮！特里刚才的这个右手接左腿的扫，这个很漂亮。哦，哦，找到机会了，连续的输出重击，啊，对方陈文德连续的输出，哦，陈文德及时的从这个绳脚是吧退出来，哦。啊，陈文德一直都在找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哎，终于找到了。那特里确实也是非常聪明的选手，加上这个长臂展啊，特里可以说把自己的上半身挡住了很长的一部分啊。168的身高，182的臂展啊。这从这个现在这个角度我们看，基本上这个上半身有3/4都会这个在他的防御范围内，加上再弓一点腰，对。其实特里的这个臂展啊，除了他的这个手臂长以外，这个肩膀的这个宽度可能也消耗了一些数据啊。直取接腿后依次发力啊，对方王老师已经警告了两次了，这个、危险喽，都要小心啊。嗯，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个压点呢，是挺亏的。对，嗯，这个太遗憾了。是因为前期的其实什么都是有优势的。是。哦，这一下踢到了，这个小心啊。嗯，特里可以调整一会儿，规则当中最多五分钟。好，特里缓过来了。哦，这球塞到了。好，陈文德连续的进攻，连续的进攻，右手踢打补上钩，连续的变线，漂亮，前后手连续打补，连续打补。哦，特里这个坚强啊，这个连续的这个打补也不把这个防守报价放下来。是。陈文德的拳越来越准确了。是，嗯。效率高，准确率高，是。跳膝，跳膝漂亮。再一次，再一次打到防护手上。这场比赛如果在这个之前的判断呢，陈文德应该是稳稳拿下了。是，有效打击数两个人差的还是挺多的。最后的十秒钟，哇，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陈文德，感谢丹尼尔。还是这一局还是。